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胡天胡。徐州市每月一期的推手活动在云龙公园7月4号正式开始。此次活动特邀了山东肥城、济宁和安徽宿州的一些爱好者前来参加。此次活动非常正式，活动于8:30正式开始。开始的时候先是会长讲话，接着是徐州市舞协主席讲话，接着是各地区的代表讲话。讲话完了以后，推手活动正式开始。徐州等地区的传统武术自古以来就非常兴盛，有武术之乡之称。武术、太极、推手活动一直都比较兴盛。此次推手活动主要是由徐州市推手协会牵头来完成的。推手活动在民间很有基础，也是一种自发的活动，组织者并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只是义务的为大家牵头组织。推手活动正式开始之前，大家先一起合影留念。这种推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推手的大 party。 此次推手的目的只是为了大家友好交流，更好的促进推手活动的发展。女同志推手在此次推手活动中显得比较亮眼，参加推手的女同志比较少，这个女同志推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是有些基础的，一看就练过一段时间，看还把男同志给推动了。一般的呢，像这种男同志和女同志推手的时候呢，多少还是留着手，但是这女同志推的不错。女同志推手在此次活动中就比较亮眼，两人还真推起来了。这种群众性的推手活动主要是为了互相交流，友好的交流，然后为了找自己的缺点，为了提高，不推手，不经过真正的这样对创性的推手，很难提高自己的技艺。无论是武术，无论是推手，只有经常的交流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才能不断的提高。闭关自守，关起门来做大王，是不容易长技艺的。这两个小伙子退的不错，他们都是有些功夫的，都是有些基础的，你看都是下实上虚，他才能够站得稳，水平都接近，所以才僵持起来，这也很正常。在草地上推安全系数比较高，还是这个小伙子占上风了。推手的时候都是刚开始试探，有的推手风格比较温柔，不使劲，比较温柔，有的呢就要真正的碰一碰，看你到底怎么样，两人真正的碰起来了。这是躲在一边自己在那推手的，各自找各自的玩伴吧。这输赢很正常，难免的时候就有被推倒的时候。大多数推手的这个爱好者呀，还是很讲规矩的。这是他那个李会长李良，他又是用这种方法推着，像拖拉机似的推着对方往前走，他速度不是很快，慢慢推着对方往前走。他能从脚下把人给铲着往前走，这是有功夫的。一般人推手的时候啊，他很难那个什么从脚下推着人往前走，推着中间，然而是对方脚下站不住，
这是需要功夫的。这是一个大胖子，这是一个大体重，大体重和小体重推，那如果小体重能把大体重给推了，啊，那就是功夫相当高了，那是很难的，是以小打大，看大体重就是不一样。那好，他力量比较足啊，一下就给你甩起来，这是一个特例啊，确实身材比较魁梧，对方比较瘦小。一看大一半还得多，啊，他一抡就给抡起来了嘛。不过这小个儿看来还是不错的，能够顶的顶一气嘛。这又是过来又一个，跟他顶一顶试试，啊，也是被他推着走，还是身大力不亏啊。对方也有点体重，带了那个大胖子一下。凡是来的这些人呐，都是相当练过一段时间的人，也促进提高。之前的话，一听说要来，肯定在家里头要积极做准备啊。不推了，歇一歇，推的累了，完事儿以后，推完了以后，大家在一起聚餐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 party 嘛。友好交流完了以后，大家坐下来谈一谈，是一个大 party， 交交朋友，互相的说一说，这一般的都是 AA 制，大家一起聚餐，挺好的一项运动，大家在一起举杯，为相识相知，为共同的爱好举杯。喝完酒，举完杯，大家畅所欲言。很快大家又要分手了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实际上大家恋恋不舍。在一起玩啊，一身体接触啊，那感情是不一样的。一下子增进了大家的距离，感情一下就接近了。身体的接触和没有接触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两个人捉对推手的时候是对手，坐下来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就是朋友。此次活动圆满成功，也预祝他们身体健康，在今后的推手过程中技艺大涨，为我国的传统武术的发展各自尽自己的力量。目前太极武术推手活动在全国很多省市发展的都是比较红火，比如四川、广州、湖南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长春、吉林呢、哈尔滨、黑龙江开展的都不错。这是北京芍药居组织的全国柔手活动的现场。北京芍药居是一个推手平台，每星期六下午3点在芍药居北土城公园里进行推手活动。他组织全国式的推手活动已经组织了5年，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，一共5年，这是其中的一次。现在是摔跤的到这儿来驻场，他们表演摔跤，过后摔跤的也参加推手。这是网友在互相的切磋，但展示各自的本事，也互相的学习。芍药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，任何人，北京的、全国各地的，都可以到这个平台来传经送宝，
来互相的学习。芍药居非常的开放，来者欢迎，去者挽留，希望把太极及推手推广开来，网友们各自找各自的玩伴再推，找自己跟自己水平相当的人，也可以向高手来请教。一般的推手有温柔式的推手，也有比较激烈式的推手，一般的推着推着就要使点真东西。推手的人最高的时候，最多的人的时候有500多人，全国各地很多省市都有来的人。推手活动是比较红火的，五年之中每年组织一次，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终止了，但芍药居这个平台依然存在。他欢迎不仅是北京市乃至全国的人都可以到这儿来展示自己的功夫，也有来学习的，就是水平不是很高也可以来学习，水平高的也可以来展示。每次展示完了以后，活动完了以后都有录像在优酷上可以看到这个录像。如果呢自己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或者不愿意把自己的视频公布出来，也可以跟组织者说，保护自己的隐私，这是个人的自由嘛。实际上公布了视频也是供大家来观摩，供大家来学习参考。推手平台完全是义务的，完全是一种奉献。大家在活动完了以后聚餐也是 AA 制，组织者并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。传统武术很需要交流，不交流就很难发展，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，才能看到自己哪好哪坏，哪不好哪需要改进。所以交流很重要，只有交流才能把传统武术推向一个好的发展方向。我是胡天胡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。我的解说并不一定十分准确，请大家谅解。再见。